骏马的行动迟缓了呀，但是接下来就是漫长的逃亡之行了呀。嗯，只要有饲料，骏马就能恢复体力，这样就能和大家一起逃走了。收集这么多应该够了，那就快点去喂马吧。等骏马恢复精神后，就立刻开始进军，必须尽快与友军会合。看来一切顺利啊，这种小困难根本不足挂齿。漂亮，真是厉害。通过。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击溃敌人吧，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。请您帮帮我，我的主公在这场动乱中消失不见了。其实我是曹操大人的手下，再这样下去就麻烦您帮忙找找吧。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。您在找的人出现在那边了。我刚在那一带见过他，绝对没有看错。谁来？谁来帮？
叫也没用，这一带已经没有曹操军了。谢谢。您在找的人应该就在那边。关键人物跑到哪里去了？只要你说出地点，就能饶你不死。开什么玩笑？不管是什么情况，都不可能说出去啊！谢谢您出手相助，你要找的人应该就在那边。总算与己方会合了，大家都辛苦了。我这边也找到了几名我军士兵，靠这些人马开始撤退吧。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做得好，即使身体强壮也无法游过宽阔的大河。想游却游不过去是吧？我能理解。喂，你们听说没有？曹操大人似乎找到了。没事啊，这下可以放心了。好，我们一定要卷土重来。报告，曹仁大人，已经确认曹操大人平安无事。哦，这真是太好了，吴也要开始撤退了。
我想请您帮个忙，至少请听我把话说完吧。太好了，啊，不好意思，但这下可以放心了。您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呢，抱歉，我只能送上这点谢礼。
这里无人守卫吗？那么就由我们来负责照看吧。 切，怎么会从那边冒出来？我可没听说呀。 这下糟糕了，这就是所谓的狗急跳墙吗？报告，其他大门的敌将已被击倒，真是战果辉煌，令舞台也为之生辉，我们也不能输给他们。 周瑜大人在赤壁的计策完美无缺，我叶飞在我这里失手。来吧，此兵当你的对手。
手，真丢人呐！一将已经被我击败。多么壮丽的战斗！准备的上战场，我的任务就是将这道门守护到底，想过去就要付出代价，这才是道理。却有一日之差，没能颠覆他们的优势，是我失策了。报告，我们已经突破包围，找到了撤退地点，总算脱离了险境。只要能活下来，就有望东山再起。这次是我大败，刘备、孙权，来日必定要向你等加倍奉还。将已经被我击败。父亲，这有什么好笑的？经历如此溃败，应该笑不出来才是啊。非也子桓，其实正好相反呢。如此惨败的经历，可不是寻常能够遇得到的。上一次还是行刺董卓失败呢，对吧，夏侯惇？那时的规模和这次完全不一样吧？或许是吧，但是也有一样的地方，那便是纵使失败，
我也会继续前进。孟德，我的道路还没有走到头，我要倾尽平生之力成就霸业。哼，大败之后还能这样豪言壮语呀？你可真是不思悔改呀。我们与主公同心同德，只要主公选择前进，我们也会一起前进。不过仅凭气势根本无法成事，首先必须尽快恢复国力，重整战斗力。子桓所言极是，诸位请各展所长，尽快重整态势。孙权与刘备的联合军赢得了赤壁之战，尽管天下已近在咫尺，但是曹操只能放弃南进，退回许昌，不得不重整旗鼓。现在正是瓦解曹操独霸局面的大好机会。孙权为了从江东扩张领土，开始了行动。同时，刘备的军师诸葛亮也没有放过这个机会。为了使刘备成为一国之主，诸葛亮悄然开始了行动。曹操，你迄今为止的功绩已经远超出臣子所为，因此为称颂你的功劳，赐予你魏公的封号，以徐州、青州等十州为魏国，由你治理。是，臣领旨拜命。曹操，接下来你还有何心愿？臣所愿者在于终结乱世，仅此而已。恭喜主公就任魏公。今后我等要进一步放手充实国力，一定要补回赤壁大败的空缺。主公，即使无法让您改变主意，我也要说，我不赞同您这一次的决断。主公应以汉臣的身份成就大业，如果让世人认为主公觊觎皇位，终有一日定将再次引发争端。荀彧，你今后便致力于处理许昌的政务吧。这我这边就不用你再献计献策了，你的才干应该发挥在适合你的地方。就任魏公，成为魏王，登上皇位，这是终结乱世的最快的途径。但是这只是从国家的角度讲，就人心而言，文若大人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。主公的影响力已经超过陛下，
任何人都认为救人魏公是理所当然之事，但是正因如此才不能走这一步。掳掠之人定会遭到他人掳掠，即使主公健在之时不会如此，将来也定会出现在后人身上。你我虽然同出一门，也没有必要意见一致。我赞同主公所选择的道路，但如果文若大人认为危险，就应该出言相见。主公会听我说吗？对于主公而言，无法认可他所选择的前路，我这个军师已经就算被称作王佐之才，无法传达谏言就毫无意义了。我究竟该如何是好？从江陵进攻而来，他气势汹汹，防御部队遭到了强势压制。哎呀，真是不得了，曹操大人好不容易就任为魏公，这下都没心情庆祝了。可恶的孙权，难道想将我们赶回中原？乌林已失，不能再失去江陵了，必须尽快前去救援。孙权的目的难道真的是将我们赶回去吗？赤壁一战后他们应该想要乘胜追击，但是此次进军的初期动向却略显缓慢，他们应该是与什么人联手了。荀攸大人的担心不无道理，与孙权结盟的刘备、凉州军阀马腾、周瑜肯定一直在暗中活动吧。凉州的军阀吗？马腾曾参与暗杀孟德一事，应该是想趁着孟德就任魏公之际兴风作浪吧。不能削弱许昌的防守，那么就无法派出大量人马救援江陵吧。可恶，军队尚在重整旗鼓。总之，就让我等先行一步，前去江陵增援吧。恕我冒昧，请让我也出一份力吧。可以吗？你应该奉命留在许昌吧。无妨。主公
应该不会再派我出征了。但是，为了结束乱世，必须先解决当前的问题。既然有应尽之事，我就必须行动起来。那好，你就随我们同去吧。记得想好对孟德的说辞。不过，这一点应该用不着我担心。夏侯惇大人，非常感谢。荀攸，我方人马似乎被敌人压制住了呀。孙吴的军队已经渡过长江，登上了陆地，我方的战线已经全面溃散。我们担心与孙吴联手的刘备军正在进攻巴蜀，但是在荆州也保留了兵力，十有八九会向孙吴派出援军。可恶，又是刘备，果然应该早早的消灭他。即使击退孙吴，大伤元气后也无法抵御，应该放弃此地，下令撤退吧。正是，以当前能调用的兵力来看，我方毫无胜算。为了将受害控制在最小，应立即撤退。不，现在应该击退孙吴，如此一来就是我方的胜利了。你可是有什么计划？那好，就依荀彧所言吧。非常感谢。首先就去救援孤立无援的我方军队吧，填补好战线的空缺后，再一鼓作气发起攻势。关键就在于刘备军到达之前，尽可能削弱敌方的力量吧。这次是周瑜负责指挥吴军在赤壁布阵，只要击败他，就能逼退敌人吧。这一次就来采取文若大人的策略吧，有了战略才有战术，就让我来打开局面吧。好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是援军吗？太感谢了，也尽快通知乐进大人吧。有劳您远道而来，实在抱歉，请问到底所为何事？原来是守城的援军，太好了，这样我也可以上战场争得头阵了。现在，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Thank you.
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。接收了。你们坚韧不屈的斗志，但是荆州是孙吴的土地，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此地的攻防
退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冲啊！攻陷敌人的要塞。将战线向前推进吧，各位，随我来。抱歉，你留着孙吴的人，乖乖离开吧。吴军将领决定固守城池。如果打不开城门，一切都无从谈起。啊，固守城池也太无了，又不能想办法溜出去战斗吗？闭城不出是吕蒙大人的命令，你可不能乱来啊。回敌人吧，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。敌人的攻势实在太猛烈了，看来现在只能暂时撤退了。打击敌人的痛处，目标是那里，上啊！此地的攻防退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可恶，就知道我不适合打守城寨。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原来如此，我真是开了眼界，这下能激发出新的创意来了。起眼的任务，不要在战斗时引人注目一些吧。防守似乎比较薄弱，趁着大家还没忘记，我来守卫吧。显实在太出色了，值得我效仿。失败时倒是极其惹人注目啊。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大吃一惊，没想到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战果。
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你们可是要挑战我皇姑父？那就再让你们感受一次赤壁之战的屈辱回忆吧！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享受这份喜悦，阁下的表现实在太出色了，值得我效仿。敌人的痛处，目标在那里，上啊！为了孙吴，为了周瑜大人，宁某愿化身陆涛，一举席卷荆州。看来情况不妙，但我绝不能撤退。你去把敌人在这里解决掉，他需要我们舍身。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我要把碍眼的地方全都铲平，都近着点，跟我来。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太厉害了，真让人大开眼界呀！少爷，你对吧？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目标在那里，上啊！
不起，真正的三国无双果然不同凡响。击溃敌人吗？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。我要把阿衍的地方全都铲平，都近着点，跟我来。笑颜，你对吧？我们要攻打那里，都跟上。敌军防守有如礁石屹立，无惧浪涛，未能击溃他们，遗憾之至。现在，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太厉害了，真让人大开眼界呀！已经确定，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应打击敌人的痛处，目标是那里，上啊！分天下，荆州之地是不可或缺的，绝不能就此退却。周瑜，老夫会跟在你身旁，就把你的热情全部倾注到这次的战斗之中吧。
这里就由我来接收来接收了。我来接收了。
身子，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可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我们的前进目标已经选定，一鼓作气的向前冲。战线被谁压到了这里啊？你们的进军就到此为止吧。敌军就要渡过长江了，原来我的志气也不过如此嘛。码头已被开放，这下可以坐船了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，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前来救援，也请您通知曹仁大人一声吧。阁下似乎非常急躁，究竟所谓何事？在援军的帮助下，城池的防守坚若磐石，接下来曹子孝将化作锐矛突击前进。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目标定在那里，一举攻陷，挫败敌人的斗志。
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回去另谋对策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。哦，你战斗起来真是英勇无比啊。暂时撤退，下次再见之时，我不会重蹈覆辙的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。大吃一惊，没想到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战果。你真是才能出众啊，真高兴能与你共赴战场。我的智力竟然输了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。干得漂亮。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战斗起来真是英勇无比啊。能出众啊，真高兴能与你共赴战场。好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我实在撑不住了，终于请原谅老夫的无能吧。
气大受挫折，此时必须重新考虑对策，撤退。总算是击退了敌人，荀彧，接下来该如何是好？接下来只要等待就好，等待来自西方的报告。孙吴的军队已被赶回至长江对岸，但是补充兵力后就会立刻卷土重来吧。我们还没有突破困境。刚刚接到了斥候的报告，发现了由西面过来的一支军队，率领军队的应该是关羽。可恶的关羽竟会在此刻出现。我方已是损兵折将，难以继续战斗，是否应尽快在城内摆出防御阵势，请求援军？不，闭门守城无法改变现状了。如果想守住江陵，今后就必须一直抵御刘备与孙权的夹击。如今西面也出现了敌人，我们根本做不到。那该如何是好？总不能就这样把江陵拱手相让吧？不，就让关羽夺取江陵吧。如此一来，刘备与孙权的同盟或许会产生嫌隙。什么？真的有这种可能？你说的太跳跃了，我完全无法理解。赤壁之战后，刘备的军师诸葛亮一直希望刘备能与孙权立于同等的地位。如此一来，对于荆州这个涉足中原的踏脚石，应该是势在必得。很难想象诸葛亮会把江陵让给孙权。能够利用当前的情况打破孙刘同盟，不愧是文若大人啊。好，那就采用荀彧的计策，退兵至襄阳和新野罢。如果让刘备与孙权继续保持同盟，就会严重威胁曹操大人的前路。但是此计能够避免这一问题的发生，我也完成了要做的事情。好了，就返回许昌吧，我还有另一件应尽之事需要完成。目标定在那里，一举攻陷，挫败敌人的斗志。居然要将大家辛苦坚守住的土地拱手相让，虽然是为了策略，但是感觉有些不甘心。文烈，你这么想是很自然的，但正因为如此，孙权他们才不会怀疑我军是刻意放弃江陵。荀彧的这条计策或许会为今后埋下伏笔。刚刚似乎有什么声音。主公，请您退后。地方。
想要地，我们就把敌人的据点收为己有。精髓就是占领要地，我们却把敌人的据点收为己有。禁军，不要犹豫，勇往直前吧！冲啊！我们去占领那个地方。战斗的精髓就是占领要地，我们却把敌人的据点收为己有。那里说不定有吃的呀。好，咱们收下那个据点吧。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。曹操，你篡夺皇位的国贼，绝不会让你继续胡作非为，受死吧。你是凉州的马腾？没想到你竟会在许昌发难。下糟了，我们失手了，现在还是保命要紧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们实在无法救下曹操，但即便如此，我们也会坚持到最后一刻。击倒威胁汉室的不义之人，接下我的正义之刃吧！冲啊！我们去占领那个地方。瞧吧，而马超一定会让你朝天险。主公，您没有受伤吗？没有大碍，幸好有你等在此守护，辛苦了。做得好，你的表现我会记住的。一个人逃跑了，我这就去追。不要追了，马腾暗杀我失手的事很快就会传出去，凉州的军阀恐怕很快就会袭来。马腾之子是那个以武艺闻名的锦马超，必须立刻调遣军队赶往洛阳。是，遵命。冲啊！我们去占领那个地方。
马超他们已经攻过来了呀。王一，目前战况如何？马超、韩遂等人已在潼关布阵，我军在正面交锋之下败退。目前我们正在巩固洛阳与蒲坂津的防守，我们让马超占了上风，实在抱歉。不不不，都怪我们救援来迟，抱歉。不，我已经知道了援军未到的缘由，而且夏侯渊大人还为我们送来了援助物资，非常感谢。哎呀，别客气，接下来马超就交给我们了，你去休息吧，好吗？不，那可不行，我总算完成了洛阳的防卫，可以取下马超的首级了。啊，这样啊，既然你那样说，好吧。敌人是联盟军，为了削弱他们的气势，一定要设法破坏他们的合作。正面的敌人士气很高，很难击退他们。绕到潼关的北面如何？只要能渡过黄河，就可以直取敌军背后。选择正面迎击，或是渡河攻其背后，无论如何都会是一场硬仗。但是蜀有刘备，吴有孙权，必须趁现在永绝后患。马超等人势头正盛，但务必要在此将其击溃。贾诩大人似乎已经胸有成竹，说不定就是打开战局的方法。计策虽有，但是人手不足啊。哦，真希望有人可以帮忙。哈哈，非常感谢。那么事不宜迟，你只需把此信交给韩遂，之后他们就会择机采取行动。好了，开始吧，只要进展顺利，战事便可一蹴而就。
能只身闯入敌阵。不过你看起来似乎无意战斗。原来如此，你是作为使者而来的。什么？你说有东西想交给我？那就请拿出来吧。嚯，这是……我与曹操大人是旧相识，让我先看看吧。信件我收下了。辛苦你，作为使者而来。吴贵，你有没有看到刚才那一幕？看得一清二楚，这件事必须立刻向马超大人进行汇报。报告，韩遂大人似乎与魏将有所接触。难道他早已勾结了敌人？就这样把韩遂大人留在函谷关，会有风险吧？转告韩遂大人，请他立刻守卫潼关后方。韩遂大人，马超将军发来消息称，希望您立刻返回潼关。什么？要我现在撤退？难道是我与魏军使者交谈一事惹来了嫌疑？希望马超能够通情达理。如果不行，就只能投靠魏国了。现在，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做得好。你的表现我会记住的。没想到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战果，
应打击敌人的痛处。目标是那里。其实啊，太谢谢你了。这里加强守备，黄河来到了这里，就让我庞立明死守潼关后方吧。看来你不是池妞的将领，但是我依然要华丽地通过这里。来吧，我们上，让我们华丽地夺取敌军的要地。少爷，你对吧？在下未能完成任务，马超大人，对不起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，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来吧，我们上，让我们华丽地夺取敌军的要地。
势不妙，敌军渡过黄河，试图从背后袭击我们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我们就无路可逃了。心生畏惧了，不行，绝不会屈服于曹操。笑颜，你对吧？来吧，我们上，让我们华丽的夺取敌军的要地。现在只能撤退了，国军的命运都风烛残烛，魏军的气势根本无法阻挡。抱歉了，马超将军。现在，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来吧，我们上，让我们华丽的夺取敌军的要地。
这里，就由我来接收了。占领那个地方，这时候一定得出手帮忙才行。我们快去助阵。来吧，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。那里给敌人太浪费了，就由我们去接管吧。
胜负吧！让曹魏夺取关中，南占天下！毁灭敌军据点，火速进军！战斗的精髓就是占领要地，我们去把敌人的据点收为己有。去占领那个地方。可能我竟然败了，但是一切尚未结束。你还挺能说，但无论挑战多少次，你们都不可能战胜曹魏。你们的武将已经被我击败，战斗的精髓就是占领要地，我们却把敌人的据点收为己有。虽然失败了，但是我绝不会放弃。我会继承效忠汉室的父亲的遗志，消灭你们这些危害国家的恶徒。虽说战败后的他仍旧气势汹汹，但是包括马超一族在内，凉州势力近乎全灭，恐怕难以东山再起了。如此战果已经足够，不过如果你要追击，我会放行的，王毅。我也明白穷寇莫追，看到马超眼中现出了绝望的神色，现在我已经满足了，而且我必须让他充分感受失去族人的孤独，以及梦想无法实现的痛苦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再多言了。威胁许昌的马超等人已经落败，我军将从此转守为攻。剑指孙吴，目标如许口，赤壁一战之耻要在此战中洗清。部分吴军已经渡过长江，正在进军濡须口。只要我们举全军之力进攻，或许可以攻下孙吴的根据地建业。但是有消息称敌方增援正在赶往建业，而占领巴蜀的刘备也不知下一步会如何行动，我们在此时耽误时间并非上策。荀攸，赤壁之后你似乎变得比以前更加干练了，迅速压制濡须口，攻陷建业，敌军或许还会玩弄计策，所有人都不得大意。乐文谦，愿率先冲入敌阵，开辟出一条血路。哦，灵感来了，我们一定能顺利攻陷建业。计策就交给我吧，我们不能一直失败啊。既已挫败凉州的气焰，便再无后顾之忧。
现在该去向孙权报赤壁的一箭之仇了。在这附近流经多条河流，如果想乘凉，就去河边走走吧。虽然这一带十分闷热，但是每当河边有风吹过，都会令人心旷神怡。你们在这里化作灰烬。逆风，我也要来助阵，让魏军看看我们的勇武吧。笑言，你对吧？前进，前进，让敌人领教一下我军有多强大吧。地置之不理，并非上策。我来防守这里吧。确定目标，我们去攻陷敌军的要塞。这里就由我来接收了。Hey!
是厉害啊，请给我也留些表现的空间吧。留些表现的空间吧。不仅有敌军的降兵，还有他们的军粮，这下我们的战斗力能够得到扩充了。战况并不乐观，必须采取策略打开局面。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，你在他二人中选一位与你同去。
阁下可是需要我张文远前来助阵。明白了，就让我张文远来助阵吧。看来一切顺利啊，这种小困难根本不足挂齿。做得好，你的表现我会记住的。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好，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目标已经确定了，接下来只需突击。我们去攻陷那里，弟兄们打起精神来。好，差不多该动身了，我们这就去攻击敌军的痛处吧。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冲啊！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。忘记了赤壁的大败吗？既然如此，会帮你们，我一起。我从未忘记过那一战。赤壁之耻，一定要在今日吸取。绝不能把这里拱手相让。无论如何，都要坚守到底。战真是不爽。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我已经坚持不住了，抱歉，我先撤退了。现在，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阁下的表现实在太出色了，值得我效仿。这可是我要说的话啊，请你们诸位华丽的退场吧。
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化解其斗志。目标已经定好了，那么开始进军吧。这些都是敌军先锋，所以我才如此卖力，还是眼睁睁地失去了引人注目的机会。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哦，真是精彩夺目啊。好，将战线向前推进吧，各位随我来。阁下才是真正的三国无双。接下来要向西进。原来如此，我真是开了眼界，这下能激发出新的创意来了。气而受损，这究竟能坚持到什么时候？好，进攻的时刻已到，大家冲啊！已经被我击败，现在
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行礼的人啊，我绝不会让周太的支援白费，现在正是展现我们志气的时候。无论聚集了多少人都没有关系，为了帮孟德开辟前路，我一定要手刃你们。战斗起来，真是英勇无比啊！
这个码头是防守的要地，坚守此地，不要被敌人突破。即使辛苦，也不能后退。保护大家是我们的职责所在。这里的村民曾目击到吴军的动向，或许能从他们口中问出重要的情报。是。真是的，有事吗？其实真是的，一切顺利啊，这种小困难根本不足挂齿。真是厉害啊，请给我也留些表现的空间吧。好的。
让我想想。哎，真是的。现在清除魏军，投兵部队，歼灭敌人。
就由我来接收了。接收了。我来接收了。不可能！真是的。喂，喂。真是感谢。喂，哇，一切顺利啊，这种小困难根本不足挂齿。哦，我明白了。
让我想想，哎，真是的。此地一定要守住，能遇的事就交给我们吧。什么？越来袭？代理效应结束了。被发现了。惊慌失措只会正中敌人下怀。雨萌，要沉着地迎击敌人。大势已去。我的计策还没有用完，竟然要撤退了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。哦，真是精彩夺目啊！再厉啊！情况似乎不太妙啊，抱歉，我暂且撤退了。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原来如此，我真是开了眼界，这下能激出新的创意来了。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？没有军师大人的指示，根本无法行动啊。接招！
精彩夺目啊！Huh?
真是精彩夺目啊！
这里，就由我来接收了。接收了。
真是精彩夺目啊！我来接收了。
让我想想，哎，真是的，是的。太谢谢你了。啊。一切顺利啊，这种小困难根本不足挂齿。哦，真是精彩夺目啊。接招。情报收集的差不多了，我这就去向其他人转达情报。报告，我们接到情报，
城敌军设下了伏兵。敌军的策略已经大致了解，火速调派兵马歼灭伏兵。明明知道他们设有伏兵，还是正中敌人下怀。看来一切顺利啊，这种小困难根本不足挂齿。真是厉害啊，请给我也留些表现的空间吧。